列王纪上第二十章，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，率领32个王，带着居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，对他说：便哈达如此说，你的金银都要归我，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。以色列王回答说：我主我王啊，可以依着你的话，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。使者又来说：便哈达如此说，我已差遣人去见你，要你将你的金银、妻子儿女都给我。但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还要差遣神仆到你那里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，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。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，对他们说：请你们看看，这人是怎样地谋害我。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，要我的妻子、儿女和金银，我并没有推辞他。长老和百姓对王说：不要听从他，也不要应允他。故此，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：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，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，仆人都依从，但这次所要的，我不能依从。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，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：撒玛利亚的尘土，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，愿神命重重地降罚与我。以色列王说：你告诉他说，才顶盔冠甲的，又要像扎盔卸甲的夸口。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，听见这话，就对他神仆说：摆队吧！他们就摆队攻城。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说：藉着谁呢？他回答说：耶和华说，藉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。亚哈说：要谁率领呢？他说：要你亲自率领。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，共有232名。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，共有7000名。午间，他们就出城，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，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，他们回报说：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。他说：他们若为讲和出来，要活捉他们，若为打仗出来，也要活捉他们。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，军兵跟随他们，各人遇见敌人就杀，亚兰人逃跑，以色列人追赶他们。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，以色列王出城攻打居马，大大击杀亚兰人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，对他说：你当自强，留心怎样防备，因为到明年这时候，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。亚兰王的神仆对亚兰王说：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，所以他们胜过我们，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我们必定得胜。王当这样行，把诸王夹去，派军长代替他们，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，再招募一军，马补马，车补车，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，必定得胜。王便听神仆的话去行。次年，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弗去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，预备食物，迎着亚兰人出去，对着他们安营，好像两小群山羊羔。亚兰人却满了地面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
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，不是平原的神，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，到第七日两军交战。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，其余的逃入亚弗城，城墙塌倒，压死剩下的27000人。便哈达也逃入城，藏在严密的屋子里。他的臣仆对他说，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，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出去投降以色列王，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。于是他们腰束麻布，头套绳索，去见以色列王，说，王的仆人便哈达说，求王存留我的性命。亚哈说，他还活着吗？他是我的兄弟。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，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，便哈达是王的兄弟。王说，你们去请他来。便哈达出来见王，王就请他上车。便哈达对王说，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城邑，我必归还。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，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。亚哈说，我照此立约，放你回去。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去了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，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不肯打他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你一离开我，必有狮子咬死你。那人一离开他，果然遇见狮子，把他咬死了。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，对他说，你打我吧。那人就打他，将他打伤，他就去了，用头巾蒙眼，改换面目，在路旁等候王。王从那里经过，他向王呼叫说，仆人在镇上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你看守这人，若把他杀了，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，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。仆人正在忙乱之间，那人就不见了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你自己定妥了，必照样判断你。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，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。他对王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。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，尽了他的功。